好，各位粉丝们，修手机找一哥没毛病啊。然后这是啊，今天全部完工的两台手机啊，这是云南文山老铁器的飞沙 3S 啊，之前也是重摔机，二修不开机的啊，也拍过段子，但是今天全部都搞定了啊，因为之前拍过段子，屏幕摔坏了，要换了原厂屏啊，用的舒服，手感非常的好啊。然后看一下这个放屏下指纹解锁，原装屏它不影响屏下指纹解锁，这个手机的屏幕应该是高刷新率的屏幕啊，它反应速度非常快啊，你可以看到啊，它几乎走到哪里跟到哪里啊，特别快，一点都不延迟啊。这就是纯原装屏幕的好处啊，它打印时没有延迟，没有卡顿，没有什么的啊。啊，这款手机是865 Plus 啊 ，CPU 配置非常高。我们测试一下啊，然后看一下啊，它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配置啊。12GB 的硬性内存，256的啊内存，86这个我发现这个屏幕刷新率太高了，里面点个手表里面滑，走到哪里滑到哪里，不愧是游戏手机。然后后面搞定了，准备给老铁安排发货吧。还有这个是一个山西太原粉丝推荐的 R70 Plus 啊，有计费机，也是完美搞定了啊，指纹也是秒解的。这个手机又进水了很长时间了，从测试之后摆一年多了啊，但是最后还是修好了啊，但是还是修了好几天啊，前两天家里面有事一直啊没有给老铁们更新段子啊。从现在开始啊，就大量接单了。反正是在我这里来我这里修的手机，基本上90%以上都可以完美搞定。不管你是重摔还是什么的坏的啊，自然损坏的都可以搞定啊。苹果，小苹果啊，是刷机啊，小玩意。啊，感谢老铁支持啊，马上安排老铁发货啊，我们机关周六。